保湿度哎、欸，而且还有水哎、欸欸。我想看我的长相，我想看我的长相。你不要动啦，你看我，你看我。我刚刚看到绿绿的东西在跑哎、欸，这是蚜虫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，蚜虫哎，我可以养它吗？是穿山甲哎、欸。真是一个本科系爆发哎、欸！我真是本科系什么？我说你的本科系还好吧？蚜虫我从来没有看过在土上跑的蚜虫。我玩 DBD， 我玩 DBD， 我都是干发电机，好想修哦。所以我们是用我用错了道具，我用错道具。那是那个哎、欸，三分哦，狮子，赶、哎、快打死他！白痴哦，狮子哪会这样攻击人啊？我从来没有看过狮子这样攻击人的，因为只会在载坡片上面而已。太多只了吧？你可以拿石头砸他啊。有，可以。他最好是这种枝叶啦。不行哦，我要怎么把东西丢掉？我突然想到一件事、欸，我打了，不好意思、啊，不好意思、啊，我以为你是刚刚那一只。哎呀，干嘛你？哎，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 ，K 到，不小心的啦，不小心的，对不起啦，不小心的啦。哎、欸，没有哈、啊，你看，我快死了。你看，我可以用丢的，我可以用丢石头帮你。他血量是不是很多啊？你要打到棉花，你要数。他上面是他的血量。对啊。快了，快了，他快挂了。可恶，怎么都没有雕喵哈，讨厌。嗯，他不见了、欸。我可以爬上来。爬嘞！干嘛的？我丢石头丢到你。你知道我的血量现在只剩下一半了吗？这可以互相伤害。啊，那只马伊嘞？那不是被你砸死了吗？没有，他还活着。好，这什么东西？小石子哎、欸，蛮在攻击蚜虫哎，我们要去救他啊！我为什么又进入战斗音乐了？啊，因为你要被打了！啊！你看你要被打了，你看你要被打！哎、欸，他打我哎、欸！啊！哎、欸，这个好像你那个麦块模组的那只螃蟹哦、喔。我还是没打赢那只螃蟹。哎、欸，其实他的动作很简单，你就一边走一边拉弓箭，就捶他一次就好了。有，我后。你看这只蚜虫，它好可爱哟、喔！喵、欸，你看我，喵，你看我，喵，你看我，我要死了啦！你知道我血量现在只剩下三分之一吗？你可以去吃香菇啊！你吃香菇，我吃香菇。I have limits. 对啊。I guess I thought I did. 我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吃香菇，我虽然吃香菇，但是我的血量没回呢。不，它不会慢慢回哦。可能要把它血、欸、有毒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啊？它是穿山甲，你快点养它。我不要嘞，哎、欸，它动作其实还蛮流畅的。我说它那个怪物动，它血有点满哎、欸，快弄它，快弄啊！我要死掉啦！你后面，你后面，你后面还有一只，两只。我切到画面了啊啊！我要死了啊啊！有、欸、啊！他们在打你，我感受到，我感受到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锁血喽，我只要在那边敲到一下，我就完蛋了。你连按左键就可以连，可是会有体力。哦，你可以救我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个大哥，那个还有25秒可以救我。那我也快死啊！你留这两只穿山甲给我。我的嘞，我的嘞，丢啊！不是，我不是要说嗨啊！我死了，好，大家一起死吧。我们是不是该设定成简单难度啊？我们可以按一、e、直接死掉了。哦、oh, ，按一、e、直接出去，对不 对？哦，他的，对啊，就喷装了。You died！ 哎、欸，哦，你是原地重生哦。哎、欸，对，我要告诉你一件坏事，把他引进。哎、啊，这个白痴啊！不要了，打他了，为什么是追我了？那穿我要帮你，我帮你揍他。快点一起揍他！你揍他！你揍他！你不要揍到我！你不要揍到我！又以命换命！这游戏是这样子玩的吗 ？I don't want any trouble in. I don't want any trouble in. 你没有了？我不要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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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不要了，不要！嘿嘿嘿，我们保持距离，社交安全距离，嗨。你说现在吗？不是了，蚂蚁了。哎，你后面带了一群好朋友。没有，那是他们觅食，他们出来觅食。啊，好多。哎，如果说我们跟着他走，会不会找到女王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搞不好我比较好奇是我们能不能驯养它、
嗨，你们吃蜜蜜吗？你拿蜜弄它。哎呀，我把蜜吃掉了。可是你对了，你在前面给他秀那个，你看我是吃你家的东西这样子。就哎，你饿了吗？我吃给你看哦。我要跟着生存大师继续前进。不是啊，我现在还没研究出我们要怎么回血啊，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东西的。哎，他爬上去了，他好可爱哟、哦！我可以养吗？他在哪里啊？上面。你看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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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爱哟、哦！喂，你好歹杀一个，我们可以拿得到他的位置，好不好？他在上面。啊、你看，我这丢一次，你看我这丢。你是怎么把东西丢出去的？你按 R，、啊、你那个，如果你拿长枪的话，会不会掉出去啊？啊你想丢对。哦、oh! 哦，好爽啊！你看长枪，你看长枪。对啊，你丢看会不会像长枪？哇、欸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哎、欸，射你哦，你这啊，我的枪哎、欸！啊，对啊，你射出去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欸、真的哎、欸欸！你试试看小白看一次会省多少？你戳我，太近了啦！哎、欸，没有伤害吗？你有眼睛哎、欸，好恶心哦！而且我好丑哦、喔。对，你知道吗？刚丢啊！我有，我刚戳他没有反应啊！看，那丢出去呢？丢出去，你用丢，你用丢了，对对对。哇！哦，我的血只剩下那个什么四分之一。哎、欸，干嘛？他身上有个罐罐，蛮友好的。戳戳他，搞不好你有武器都很好。啊、你不说友好，你没有打他，他怎么会？你用那种，你用石头丢，然后他们会晕血，然后你就可以趁机攻击。哦、oh, ，那他们等下，他们不要让血掉兵。耶、yeah, ，对啦。我可以拿东西了。欸、你后面，你后面，我帮你把他丢晕，我把他丢晕。有，他晕了，他晕了。我记。觉得应该打不赢啊！哎、欸，他还搬食物哎、欸。啊、哦，他嘴巴上搬的就是那我们要的那个蜜、欸，他掉蜜了。我在砸他。你要重开一局吗？旁边有瓢虫哎、欸，好大只的穿山甲，我们可以养吗？我打他，你看我打他。Surprise！ 那个你有看过穿山甲的影片吗？他红眼了。没有。啊，真假的？你看得到画面？我看他怎么攻击，我。好，你有点离我有点远、啊。我死了，我被他动一下。那个蚂蚁会攻击瓢虫，如果他真的有做出来这一块的话，就是。蚜虫是跟蚂蚁互共生的。欸、那我们重开一局吧。可以啊。